麦克风测试，麦克风测试。Test, OK。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我们 HU 潮影的第三家店，也是光华店的开幕的现场。那么今天非常开心，我们今天早上才还不到十点，我就看到非常多朋友已经在这边等待了，所以呢，今天我们还会有很多活动可以让粉丝朋友们，就是跟我们的队员啊等等一起有很多上的互动。那今天哦，除了开幕以外呢，也有公布我们 HU 战队的新的阵容，所以相信大家一定都会很期待。那之后呢，我们还会有签名会，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也请大家务必要待到最后一刻，好不好？那么既然今天是一个开幕仪式，所以我们最重要的事情，首先一定是要先请 HU 的大家长，我们要有请谢老板来为各位说几句话。各位来宾大家好，今天也是光华店潮影，潮影光华店开幕的时间，也是我们第三家店的时间。那有很多粉丝朋友在问说什么高雄啊、台南啊、云林啊、澎湖啊、绿岛啊什么时候要开，那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在台湾的每个角落开一家店，谢谢各位。谢谢老板，期待我们将来可以在兰屿跟绿岛等等地方可以看到潮影的开幕。好，那因为今天我们是剪彩的活动，所以当然不好意思，我们要请谢老板回来，对，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进行剪彩的仪式，那请谢老板站在中间。谢老板好，那今天我们邀请到非常多的嘉宾哦来与会。那让我们先介绍到的是Riot 台港澳及东南亚区总经理 Wayne。请站在最左边左边。接下来邀请到的是 Garena 台湾赛事活动部的总监 Hank。接下来邀请到的是台湾电竞协会理事长施文彬彬哥。接下来呢，罗技电子市场行销经理 Alan。 接下来有请到的是 Twitch Taiwan 的 Partnership Lead Mona。
好，再来让我们请到的是 Four Gamers 总经理黄智仁。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台北暗杀星的领队 Polo。哎，麦克风线多少？我过去。那接下来呢，我们邀请到 HU 潮影的技术总监张维刚跟维君。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邀请到所有一起来剪彩的嘉宾，真的非常荣幸哦，我们可以邀请到这么多重量级的嘉宾一起跟我们共襄盛举与会。那接下来我们就要麻烦我们美丽的 showgirl 帮我们递上我们的彩球跟剪刀。好的，这个同时啊，仍旧是非常感谢今天的现场有这么多朋友一起来参与我们的开幕仪式。那接下来呢，要递上的是金剪刀。谢谢。好的，谢谢。看起来目前呢，金剪刀已经发送完毕了。好，那么接下来呢 ，HU 潮影光华店于民国103年10月26日选定开幕，结彩仪式正式开始。那等一下呢，要请大家帮我们一个忙，就是我们一起倒数3、2、1过后呢，我们的来宾就会正式剪彩。准备好了吗？3、2、1，恭喜恭喜恭喜 HU 潮影第三家店正式成立。那我们今天感谢所有的来宾，所有的剪彩的来宾都非常感谢你们，那么光华店的剪彩仪式顺利的完成，谢谢谢谢。对，那各位嘉宾就是可以先下台稍作休息，谢谢。感谢各位。好，不好意思，大家手套的部分我们可以，对对对对，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对，希望将来我们可以在蓝屿等等各种地方，对，可以看到潮影的开幕，甚至看到国外去，应该也是还蛮不错的一件事情。好了，那在剪彩过后呢，因为其实今天有这么多来宾朋友嘛，那可能是有人第一次参与我们开幕，那其实在这边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请教我们的现好好，请教我们谢老板，因为相信现场一定有些观众朋友一定会很好奇，就是关于我们潮影的一个开就成立的一个概念，那可不可以请谢老板跟大家做个分享？那或者是你有没有什么想要推荐给大家的东西 ？OK。其实今天我们会有两支选手特调，那他们会调出什么样的东西？其实我也搞不太清楚。是。对，那潮影的起源，其实我之前有讲过好几次啊。对。其实就是我们有些选手已经差不多要退役了，对，所以要培养另外的一技之长。对，俗话说得好，万贯家财不如一技在身，对不对？对，对吧？对，他就是即将退役的选手。对，其实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对对对。谢老板，帮我们介绍。那可不可以请谢老板帮我们介绍，就是因为老板刚刚有讲到今天会有两队选手特调嘛，那大家一定会很好奇，那加上今天其实很多朋友会很期待想要看到最新的阵容是什么，那可不可以请谢老板介绍我们两支队伍上台呢？ OK OK OK， 那我们现在先请 AHQ 战队，对，由贝克教练带领一下 AHQ 战队。所以我现在还搞不清楚有谁啊。真的吗？当然不可能了。偷偷的跟你一起。
你给我一点提示是吧？给你一点提示，我有记下来，我真的有记下来。来，这个你介绍一下吧。好的，那由贝克教练带领的 HQ 战队，好了吗？好了吗？找到路了吗？在这里，还有一个吗？那我们先从我们看到的人开始介绍好了。大家可以看到，教练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贝克教练。出场，出场，出场。然后还有呢，人就是我们西门，然后绿茶 ，Zip， 小安，然后 Mountain 跟小叶叶。对，那以上就是我们现在 HU 的最新的阵容。那接下来要邀请到的是 Logitech Snipers。白色光芒的高科技装甲，识破天际华丽的灯塔。遇见。当人类面对巨。可以吗？可以吗？好，我们现在有请到教练 UDJ， 然后我们的队长 JKen。不过不好意思，因为那个场地有点挤，还是我们感情好一点，对，不如大家感情好一点。对，但我就尴尬了，因为麦克风线相当的短，不如你们先借我过。你知道那个线真的太近了，哎，可以借个过吗？谢啦，谢啦，谢啦。哎，不要，你是选手啊，就是你们是主角，你为什么要让我从旁边来呢？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请到那个 Snipers 的，哎，人呢？人呢？都在那边吗？好，那我们现在 Snipers 的成员呢，上路是酷酷岛，中路是小汪，然后还有刚刚提到 JKen， 下路的部分 AD 是 Late 跟 RD， 那 Support 是热狗。那以上呢就是我们现在两队的阵容，大家不要跟观众挥挥手，或许可以让他们拍一张照。对，好的，你知道在这个貌似尴尬的一个跟大家会面的过程当中呢，你知道现在要做一件更尴尬的事，为什么呢？因为我才刚把他们请上来，我现在又不好意思 HU 的各位，可能要麻烦 HU 队伍的各位，就是可以先稍作休息，感谢你们，感谢你们，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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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上小心，路上小心，路上小心，对对对啊，那不然你们要留步哦，好不好？好不好？Snipers 的各位要留步，对，那因为 Snipers 的各位就是现在在这边，就是我们最新的一个组成。那相信大家一定都有听过罗技电子的大名，对不对？因为其实每个人家里或多或少都一定会有一些罗技的产品在家里。那其实近年来呢，除了推出电竞相关的用品之外呢，他们也非常致力于赞助一些赛事，那还有队伍。所以呢，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我们现在Logitech Snipers 正式在这边，那我们要宣布我们要进行的一个冠名赞助。那所以呢，我们当然就要有请罗技的代表 Alan， 我们请他上台来为各位说几句话。大家好，我是罗技Alan， 谢谢今天大家这么早就来排队哈。那我们一样，我们跟谢老板一样哦，用不同的形式来支持国内的电竞队伍，还有这些小朋友们。那也谢谢大家持续的关注跟支持我们，谢谢，谢谢大家。非常谢谢 Alan 简短有力的致辞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麻烦那个美丽的 showgirl 可以帮我们拿这个签约版，对对对。然后当然也要有请谢老板，对，然后请谢老板到中间好不好？跟我们 Alan 到中间，对。然后这个签约板，麻烦选手们可以帮我们一起拿着这个板子好不好？那我们来进行这个签约的仪式。好，那麻烦要拿两支笔哦。好的，签约仪式目前正式开始啊，请签，请签，对对对，双方请签。非常可爱的签名，好好哦，我也想学。好的，那非常恭喜，那现在呢就是我们 Logitech Snipers 正式的冠名签约。那大家可以看那边，我们拍一张照好不好？我们先往那边看，来拍一张照。OK 吗？可以笑得开心一点啊，笑得开心一点，就是好事，好事，对不对 ？OK 吗？那我们也可以望看一下这边。好，大家表情都太严肃了啦，都是青春花样少年，怎么看起来这么的严肃呢？对，好事。
好，那也期许呢，我们在这次的合作呢，冠名赞助之后呢，Logitech Snipers 可以有更好的成绩跟更好的表现。那期许你们在将来的赛事上发光发热，谢谢，谢谢 Alan， 谢谢谢老板。好的，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接下来就是粉丝时间了，对不对？我们刚刚有提到。对对对，你看他们现在还站在台上，就是不能走，因为等一下就是即将到你们的时间了。你刚刚有没有听到谢老板说你们今天要进行选手特调这件事？有没有？那你们有准备好了吗？那你们知道特调做出来将来就是要卖的吗？什么？现在知道了是不是？所以你们刚刚本来有预计想要瞎搞吗？应该不会吧？不会。你认真，你诚恳的跟大家说你没有这打算。我没有这打算。绝对不会乱讲。那你调出来的东西你会愿意喝齁？不会。你居然说，他居然说不会愿意喝。好，那大家没关系，如果买这饮料就当作支持他。好，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的活动呢，就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活动，叫什么？叫换我当店长。那等一下呢，我们将会轮流由 Logitech Snipers， 然后还有 HQ 两队呢，分别由我们 ABA 的店长指导你们做出一杯饮料。那我们现场哦，会直接请一个观众来试喝，并且说出感想。所以等一下，如果你们被选到的话，就勇敢的大声说出你们内心的感觉，不要害怕，好不好？你们不会真的被他们狙击，他们没有办法对你怎么样，你们就勇敢大声的说出来。那之后呢，这个特调将会真的贩售。那既然你看我们 Snipers 在这边，不如就先由你们开始，好不好？好不好？那教练表情很神秘，你是不是有点烦恼？没有关系。好，那我们请到里面，我们来进行这个换我当店长的这个活动。我个人其实觉得有点紧张啊，尤其是我今天看到，就是今天其实我们有问说你们有先想好要做什么吗，然后大家的反应其实显然都是一脸茫然。那我其实也非常非常好奇，我真的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好啊，哎，那如果各位粉丝朋友，其实你们也很想看他们在做什么，对不对？没有关系，就往前站吧，我们就往前站，你们就站多近就多近，对，你们不要爬进去就好了。我现在可以看一下。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JK 觉得很神奇的玩了玩珍珠。什么？你手上拿着什么？薄荷吗？小汪手上拿了一个绿绿的东西，店长会不会觉得有点紧张？要是做出不能卖的东西怎么办？会不会出人命？等一下，你不要这样乱动，你这样我看得很紧张。不会有。不要这样子哦，你放量杯哦。慢慢的。雷都会露出来。哎呀，哎呦，不是。好的，小王刚刚手很抖的倒了一杯满满的，我猜是薄荷吧？是薄荷吗？好，应该是。那大家脸都绿绿的，薄荷糖浆倒进去了，然后接下来换谁？你们是要一个一个倒是不是？你们要一个一个做。好啊，那接下来热狗想要做什么？哎，你们这样茫然会让我觉得很害怕哎。其实害怕的应该是观众啊，等一下会强制选一个人，强迫他喝下去，并且说出感想啊。大家加油好不好？这里面有很多东西啊，有蜂蜜，有珍珠等等。你加的是什么？你加的那个是什么？那是面粉吗？奶精，奶精，奶粉。浪 K 哦，你们加什么东西进去都不知道，这样很可怕哎。换你，你要加什么就加什么。你知道你加的这是什么吗？你加了绿茶，薄荷加绿茶加奶精，真的吗？好，应该能。那你等一下会先喝一口试试看吗？试试看嘛，试试看啊！这你敢喝，我都不敢信。所以你们不加任何其他东西的，对不对？就这样。我觉得好期待哦，不晓得你们期不期待。你等一下会想喝喝看吗？你会想喝喝看吗？没有加糖应该 OK， 因为薄荷糖浆是糖浆嘛，对不对？好啊好啊，直接倒进去。里面已经有珍珠了吗？
对，这身手之矫健，看着那一体绿绿的、稠稠的、缓缓的从杯子里滑出来的模样，真是令人感到胆战心惊。好了，我们 Sniper 的特调似乎是完成了。你自己敢喝吗 ，JK？ 喝吗？是不是给粉丝喝？好啊，这种坏人。好，那现在你们特调完成了吗？对不对？那既然他在你手上，就交给你了。你选一个 fans， 邀请他进来跟你共饮，对，然后请他喝一口，跟他让他说出你的感想。不要往后退，大家快点前进。你知道未来的世界冠军在等你们，不要往后退。好，那不然我来选哦，我来选哦。哎，不要这样子，他那么辛苦的培育你们，你还要这样对他哦。好，让我选，就是你了，就是你了。好，吸管在旁边，对，你们可以共饮。你要选择跟他共饮吗？好，那你们吸管就插两根，大家一起来。来来，真的真的就这样了。男子汉敢做敢当，你刚刚在那边瞎搞的时候，你以为不会有轮回吗？插得下去吗？这样子感觉好血腥哦。感觉，等一下，好，你的表情很复杂。来，我麦克风给你，说说你的感想。你又多喝，你觉得？我觉得好像会成为热门的饮料，来说说看。他还是打LOL好了。你一个被呛，你真的被呛爆了。就是你还是打LOL好了。好，这是一个。老板感觉如何？谢老板感觉。还不错啊。真的吗？那你觉得他做饮料比较好，还是打LOL比较好？还是打LOL啊。对对对。好，现在大家都同意 Sniper 的饮料，大家还是打LOL好了。那所以呢，让我们谢谢你们的辛苦，以后记得要自己买一杯自己的特调来喝喝看。哎，那谢老板想要请问，这个特调大概什么时候敢贩售？等一下就卖。等一下就卖，好，等一下就卖。然后谢谢 Sniper， 这你喝掉哦。对啊 ，OK。瑞狗加油啦，好不好？加油。好，那接下来呢，下一对我们要来当店长的组合呢，就是来自我们的 AHQ 战队。人在哪里？该不会是躲起来了吧？我觉得他们刚刚其实看过 Snipers 的那个特调之后，现在应该内心已经有一点想法，应该已经有点想法吧。什么？外面在那层圈圈是他们人？莫非被包围了？狼 K 啊，救鬼哦！嗨，你们好，期待你们可以做出比他们更棒的饮料。你知道刚刚发生什么事吗？刚刚发生了，对，确定大家果然还是当职业选手比较厉害。哎，对了，在这边要跟大家讲到，我们今天有一个特殊活动，就是现场可以索取免费的秋猫所绘制的，就是这一幅海报，为 HQS4 做的海报。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都可以在这边拿一张，好不好？我个人也是非常想要，要是有人要的话，可以顺便帮我拿一张。现在画面回到店里，你看到 H 已经就位了。哎，我想要问问看，我好奇，请问贝克，请问贝克，你们有先想好你们要做什么吗？现在在讨论是不是？啊，赤脚大仙，所以你们最后把脚泡进去吗？没有，是不是？好可惜，要是泡进去我就喝了。好，那接下来就请 HQ， 我们可以开始试试看。对对对，如何开始？我们店长会帮助你。来了来了，赤脚大仙草蜜。可是瑞凡，这是珍珠哎，那是珍珠，那不是仙草啦。绿茶先加了珍珠，他们现在要转正自己刚刚的誓言，所以他们现在就加了仙草，你知道？但麦克风线太短，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深入敌区为大家报道，就令人家觉得好紧张。所以现在加了仙草吗？天哪，你们还加了什么？牛奶50cc， 这样不会太甜吗？不会，刚好。
那不如再加100cc 的蜂蜜如何？甜死你！你有没有考虑加一点冰块啊？跟梦想一点关系都没有。好，冰块在最后等你。他颤抖的双手倒下了牛奶，这杯感觉很甜哦。如何？哇！冬瓜，要加冬瓜茶吗？好，那目前现在我们可以知道 HU 的特调里面已经有珍珠、仙草、鲜奶，还有冬瓜。这技术算是蛮好的，没有什么漏哎。好，那还有一点点。不知道自己用冰块的技术如何。这边看起来肤色不均哎。好，那我们就看他摇过之后怎么样。哎，等一下，新闻不是要负责摇吗？你没有摇啊！他们连摇都放弃，直接就封口。封起来再摇，好，也是一个方法，也是一个方法。好，那帅一点，帅一点，做出你此生最帅的摇饮料的表情，仿佛你是世界花式冠军。赤脚大仙草蜜，天哪，居然连名字都取好了，是不是？好，那我们来问一下，哎，不然就好，请西门你现场选一个 fans， 对，你们要一起喝这一杯，然后并且要请他说出感想。好，等下数到三哦，你直接选了是不是？好，那就选了，选了，好，公，这位少女，吸管在前面，吸管在前面。你知道我在人群之中，你们要拿两根吸管，什么？他默默拿到远方去就喝了，你不想跟他共饮吗？你知道我们刚刚 snipers 也是共饮的哦，你知道自己造的孽自己要承担，来，不可以做了就丢给别人，事后不离是什么意思？不要闹，你选的粉丝你要承担，来，好，不要怕，不如就由我来为你们插下这个吸管，来，你再插一个，你再插一个，你知道我绝对帮你逼他就范。有啦，有，刚刚他们都做了，天哪，他要哭了，你们怎么忍心让粉丝哭？天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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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女，你也有男朋友。好了好了好，不大方，有包袱是不是？不大方，真的，真的吗？回去会吵架。好啦，那请你试试看了，请你试试看了，真是个好女孩。你要勇敢的说出你的心声哦，不可以因为是他们调的，你就盲目的说好喝，这样我会攻击你哦。真的还不错。等一下，好，你巨细靡遗的说出你的感想。就仙草冬瓜的味道，然后牛奶味道又出来吧。可是我觉得有点甜的，因为里面的东西都还蛮甜的，就仙草跟珍珠都还蛮甜的。那如果这一杯就是真的在潮饮卖的话，你会想买吗？好。那你觉得多少元你愿意买？50吧。你真的是一个好女孩，好，谢谢，那这杯就送给你了，好不好？好不好？好吧，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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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那也谢谢 H 的大家认真调了一杯。你刚刚说什么？赤脚大仙草蜜，赤脚大仙草蜜。好的，欢迎各位，如果大家想要购买的话，听说等一下就会开始贩卖咯。好，那今天也非常谢谢 H 的各位，对大家就是如果对啊，哈哈，就。好，那我们今天呢 HU 潮饮啊，我们第三家分店的开幕仪式到此就是正式的结束。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很多不同的活动哦，只是有一个小小的转折，就是我们必须要移驾，我们要转移位置到我们的原驾屋那边去。那等一下会有工作人员来为大家带路，那我们 HQ 跟 Snipers 都会在现场跟大家同乐，我们等一下要进行更多与粉丝互动的机会，好不好？可以跟选手一起晋升跳 Just Dance。 对自己跳舞有兴趣吗？有自信吗？
有自信是不是？好，那等一下希望可以看到你上台。好，那目前有请大家，我们可以往这个门口外移架，让我们移动到原架屋去，然后有工作人员为大家带路，谢谢。可以慢慢的往门外移动。饮料喝完哦，饮料喝完哦，加油好吗？好，好，真的吗？真的好喝吗？我这一口是我一整天的糖分，已经超标了，哇、哦，蛮厉害的。好，谢谢。好甜哦！太甜了啦！我加冰块而已、啊。太甜了！夸张。好，我们等一下原价屋再见哦。白色光芒的高科技装甲。破天际华丽的登场，当人类面对巨大的威胁，就会把我推到快前面。明明你们有强大的背带，却叫我接近敌人死命的回圈。明明你们在坚固的要塞，却叫我用身体来阻挡敌人的枪林弹雨。机器只会越用越久，换多少次机油都没有用。热血大喊，别徒劳无功。等到机体被破坏，敌人依然存在，博士就会拿出秘密的新机种，被丢弃的英雄。虚空雷神兽，大型垃圾星期二兽，虚空雷神兽。朝着目标努力，整个人都会发光。Oh, 坚定信念，追寻自我实现的路上。遇到挫折不放弃，将成名的勋章。但我吃饱睡饱，整天躺在沙发，看着别人发光，因为我没有梦想。梦想。但我也没放弃，追寻自我的希望，边拯救国土，船边等待着曙光。他们说别放弃你的希望，面对他，不要害怕，失败挫折会让人成长，相信自己将带来力量。但我是咸鱼也有，在什么上每个礼拜只能海贼王。看着 A 片，我才发现，原来成为咸鱼就是我的梦想。让我们张开自由的翅膀，让咸鱼尽情飞翔，大声说出飞鱼的主张。没有梦想又不会怎样？原来我早已找到。抬头英雄该做不一样，有了梦想就不是咸鱼，没想到我连一条咸鱼也称不上、啊